學院裏面創作，咁就好似東跑西跑嘅。咁出到嚟之後就好似有咗一個目標，咁我就係一個即係啱啱開始緊長跑。以前就是人哋俾私線你，而家就係你俾私線你自己咯。跨界實踐，由認識自己到去呈現自己咯。點樣去真正認識一個人創作嘅孤獨感？創作已經融入咗我嘅生活當中，而係好似好自自然然會發生嘅一件事咁。我覺得視覺藝術就比較多元化，冇實質框架。視覺是一種深刻而不可以逃避的感知，最貼身和最直接，我們會容易消化多一點。我想在現存的所有藝術形式之中，視覺藝術是最具有自由度的，它可以隨意地進入所有的其他形式，甚至可以隨意地退出所有的形式。藝術形態這件事其實不應該去做比較，而是去尋找自己最適當的語言去表達自己。懂得即時回應這個社會咯，前瞻性，忠於自己的前提之下再去跟其他人溝通，一定是不可以向現實屈服咯。當你有一刻你接受了那個現實狀況是這樣的時候，你就不會再有一種跳躍的狀態，拒絕成為一個你不想成為的一個人，這個已經是可能是最基本的責任。